这是他们的食堂，我们正在这儿吃饭。这个味道闻起来就像螺蛳粉，我感觉我在吃螺蛳粉泡饭。参观这个华侨中医院的中药博物馆，还可以看到这个卷子。我在这门口，大家都穿上了白大褂，准备合照。看一下这个，上过来照相。29，差了一个棒子，差一个棒子就好吃了。